桌子上上百盒生日蛋糕堆得满满，打开盒子香味扑鼻，每一个都是当天早上现做。中山区下皮里里长王秀飞上任以来，连续十二年都准备生日蛋糕，送给里内70岁以上的长者，献上最诚挚的祝福。我从第一届当里长就送蛋糕到现在，因为我怕长者哈，那个自己的生日忘记自己的生日，我们把他送蛋糕去，他会觉得很高兴。这没有防腐剂，也没有什么香料啦，都是现做的。为了老人家的健康，所以特别请人家帮我们做的蛋糕。由于里内70岁以上长者就有600-700位，里长每半年会发送一次生日蛋糕，并且请21位邻长帮忙分送。与家人同住的长者可以一起分享生日的喜悦，独居的长者也能够感受到里长的关怀与用心。会觉得很开心？啊，开心开心，嘿嘿嘿。感觉你一定好无？感恩啦。总共这一次340个。我觉得送生日蛋糕比较方便，你送面线啊什么，他们有的没办法煮东西啊，蛋糕回去切一切就可以吃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几句温厚的话语，里长说送生日蛋糕不只是一份祝福，也可以顺便关怀长者的生活情形，了解他们的需求，让长辈感受到社区的温暖与人情味。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。